立委何志伟呢就爆料了，今天是接到民众的投诉，说这个台北市北投区公所竟然把国旗给挂反了，批评这新任的台北市府上任11天，2023年上班的第一天就发生严重的失误。这个是有刑责的，这个是有罚则的。我要拜托蒋万安先生不要出这种低级错误，你要嘛出来认错，要嘛出来示范怎么把国旗挂好、挂满、挂正、挂对。那么何志伟在脸书上就收出照片了，他的这个选区北投区公所新年上班的第一天就出大包，上午的时候呢，顶楼的国旗高高的升起，却呈现这个倒挂的画面，痛批对国家民生是有严重的影响。那么北投区公所随即也发声明表示，经过查证是夜班工作人员在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升旗时的疏失，并非刻意或者是有意造成的，第一时间已经马上改正，也表达歉意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